我们开封冻梨蔓越莓泡酒，冻梨有冰冰凉的感觉，泡之前我特别希望这种感觉能带入到酒中，现在品尝验证一下。入口没有明显的果味，略有梨的清甜，中口是梨冰冰凉的感觉，非常满意。跟普通梨相比，冻梨的滋味明显更清透一些，后口是一丝陈皮的滋味，紧接着是橙子更浓郁的回味，略微有一点苦，但还可以接受。最奇怪的是蔓越莓的滋味一点都没有，以后计划尝试一些蔓越莓干，或许果味能够融入到酒中。这次试验正好给了我一个新的方向，水果经过特殊工艺后再浸泡会是另一种滋味，但今天这个组合大家就没必要尝试了，口感非常一般。